你不就要睡觉想睡吗？睡觉，哎，他的床真的很不错，难得来这里，你平常会来这里吗？巴黎？不会啊，很少，很少。对，你看，难得来这里，我们就是要出去外面走走。嗯，哎，说真的，那个连坐着都蛮舒服的，都想要躺下去。我都想问他们的床去哪里买的，我要家里换这个床。对。我也想要换他们的枕头。来这里之前有做一些功课吗？他昨天不是来了？哦，我昨天来过了。你来做什么？通常来巴黎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定要搭船嘛。刚刚他那个从淡水过来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协力车一定要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不想运动的人，他们这里还有电动协力车。那是怎么？那是怎么玩？他就没有啊，他就是你就直接发动，然后他就是可以往前冲，像摩托车那样子，对，对，超级超级省力。好，那等一下如果你想运动，你也可以用。那等一下就玩那个电动的吧。等一下尼采好了，尼采啊，我们玩那个双人的。我为什么要？那有四人的。对啊，你踩，然后我们坐啊。为什么要？因为里面你最小，年纪，有道理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哈，有道理，你给我踩，你要露尾去，给我乖乖踩。那你有没有就是类似就是风景区这样骑脚踏车？因为其实蛮多地方都有这种斜立车什么的，有吗？你有骑过吗？近期没有，之前有，以前应该有吧？小时候就真的是小时候哈，等一下应该又会有一些吃的吧？小吃有。其实因为我昨天来，然后有那个什么咖啡厅啊，然后可以坐在那边，而且咖啡超好喝的，我最喜欢喝咖啡了。对，我这个人呢，快要把台北市的咖啡厅跑透了，真的。哎呀，我记得还有一个，就是我跟你讲，比较文青一点的行程，就是13行博物馆。我们去那个干妈店好不好？好可以耶，我蛮喜欢的、我也蛮喜欢的。讲太快，要不然讲展览馆出发到13行博物馆，自己发明哦，可以，可以，13行博物馆，再快再快，十三行，你有三吧？那你13行博物馆，好无聊，这超无聊，超无聊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先走一走，对，这边走一走啊，那等一下我们逛完要干嘛？哎，我等一下有点想要运动。谁要运动？谁要运动啊？哎，下雨哎，就在室内运动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下雨所以要干嘛？玩水。来，给你发一下。为什么下雨要玩水？因为你一起湿啊。哦，再给你发一下。哇塞，丽娜玩手的有那个合理合理，有点默契哦，很好啊。好啦，那就先去逛，看等一下看你怎样决定如何啦。对啊，跟我们一起行动，还是想要自己行动？不要，我还是想运动，想要搞个人，要分开行动，还想搞个人，搞分开行动，晚点见。好，好啦，先去逛，先去逛。好，走。这里的健身房比我想象中的设备还要多哎！好，现在我们是那个分开的自己行动时间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先来室内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户外有一点冷，而且刚刚有点小飘雨，所以我先来好好的运动一下，因为最近刚好要拍写真嘛，所以好好的运动。那我刚刚看到的这个，我先来热身一下好了。Oh.